主料：空心菜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子、豆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空心菜摘洗干净，切断，大蒜子去皮切末，热油锅爆香豆豉，放入空心菜，翻炒至断生，加少许食盐，放大蒜子，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脾胃虚寒者不可多吃空心菜；二、炒此菜需热油锅快炒，否则易变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